舒服，坐在这边喝饮料，然后还可以看着风景，无边际的游泳池，没错，没想到这边有这么漂亮这么高级的地方。对啊，很舒服哎。很可惜刚刚就是下雨，游到一半。我们有游吗？也没游，就玩水玩到一半，游泳池旁边戏水，戏到一半像有点下大雨了，但没关系，休息一下，这边还有饮料可以喝。对啊，然后等一下你看这边玩玩水，等一下还可以泡温泉，嗯，舒服的，还可以去做三温暖，没错。真的假的？要多泡一点。而且听说这边有一个叫做俱乐部当日券的东西哦，它是干嘛的？它就是，就算我今天不来住宿，我也可以使用这边的设施，比如说泡温泉呐、啊，还有我们刚刚五边际游泳池啊、哦，跟健身房都可以使用。哇，这很棒哎，超棒的，蛮酷的。我没有听过，就是不住宿还可以使用这些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设备都蛮好的，嗯，很高级，对、啊。嗯，然后风景很好，就很 chill 这样，很舒服。如果时间有限的人，可以假装来这边就拍一下照，假装来度假，对，然后拍拍就走，对，然后赶快就回去工作，这是只有我们才会做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优点是，他们这里的温泉的空间很大，因为通常饭店里的温泉空间都没有这么大。对啊，它是大到整个很宽敞，你就算很多人一起泡，你都不觉得很多人。哦，而且这边还有一堆休息的区，就是你泡一泡太就是太热的时候，对，想要上来休息一下。然后它还有分什么冷泉啊，还有温度，像我们这边是温水，然后有儿童池，那边是冷水，然后我们对面那边的话是温泉，温度比较热一点。我们现在就泡温温的，舒服就好。那等一下要去冷水一下。你可以去啊，我当时已经去过游泳池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你的那个皮肤会更紧致，所以你们需要。他不是去，你为什么跟我玩这个游戏啊？一起去，一起去的。对啊，我等一下要吃饭。